公阿伯啊，你看一公在散步无？吼，透早时啊，摇来摇来，阿某人个几十岁啊，七十外八十，我咧牵手，你捌看无？你就对啊，讲这就对啊，一对阿某就对，一翁仔就对啊，袂讲嫌面某遐老啊，阿婆啊，伫遐牵牵，足侪阿伯拢唔肯去晓。啊，我嘛甲某讲，你嫁我，我一定甲你牵手牵一世人。我你注意听，只做查甫做老公注意听。我娶某想甲某安尼讲，我想要娶一个某，这个某吼，我会使牵伊手牵一世人。真正同时，我想要甲某讲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讲，咱看伊未烂啦，伊也变老啊，咱嘛较少。伊看着就找一个，讲你只我都该做一世人。我讲要娶某是安尼讲，阿伯我都做一世人，真简单。我会使甲牵手牵一世人。公阿伯啊，你看一公在散步哦，透早时啊摇来摇来，阿某人个几十岁啊，七十外八十，我咧牵手你捌看无？就对啊，讲这就对啊，一对翁仔某就对，一对翁仔就对啊，袂讲嫌面某遐老啊，阿婆啊，伫遐牵牵，足侪阿伯拢唔肯去听。啊，我嘛甲某讲，你嫁我，我一定甲你牵手牵一世人。我今年外三岁，外四岁，阮某五十岁啊。我讲我今日都甲阮某手牵条条，我讲是真诶，我今日都甲阮某手牵条条。一路车，我食早顿，啊，讲你咱车就停伫门口，敢有种远诶嘛？无种远诶，车停门口行，咱就五步十步就到人顶啊，你啊，咱车停门停路边嘛，行到人顶啊，袂早顿诶。我路车嘛是甲阮某牵诶，我路车嘛是甲阮某牵，牵到内底多啊侪。食饭饱我嘛是钱入了甲阮某牵诶，嘛是两个人手牵诶，行到车门啊拍开啊去上车。讲真诶，若某手爱牵较条诶，某诶手爱牵较条诶，你听意思无？就我讲诶，啊，某诶手爱牵一世人。你若某的手扭断，牵一世人代表啥？你心无变啦。即你嫌恁某的时阵吼，就代表啥？你心变啦。你老一公啊，是你边啊垃圾佬，你中哦是边垃圾佬，叫做是某唔是囝啦。这一定是安尼。讲真个啦，查甫人对某较好个。我讲即个一句话嘛，上起码一个月要四万五，为啥要要四万五？哎，你请一个费用嘛要两万五，请一个费用来做饭要两万五，费用做啥？啊，就洗衫、煮饭、变内底，对无？啊，恁某是毋是做这费用工过？洗衫、煮饭、变内底。讲真个啦，查甫人对某较好个。怎么样追到伴娘的？我就跟你讲，伊搞怕，你都唔相信，你敢问我敢叫着？啊，小的时阵就甲伊做伙，你听无？那阮老大是人大嘛，啊，来阮家啦，啊是伊，阮某是啥？阮某是星光三月咧徛柜啦，哦，啊拜六礼拜咱就休困，你听无？啊就，伊就来讲，伊就来厝困，伊就困到天光安尼啦，十点要上班啦，上早班，九点就要走啊啦。啊，咱就今日休困，就无啥物叫伊走，啊就讲伊要上班啊啦，我你请假啦，伊讲未使请假啦，安那啦，然后就请假靠钱安那，啊怎么人计较难事，甜蜜蜜语煞未晓，啊你就把伊卖做啊啦，来我饲你啦，卖做我饲你，啊娘话就无代志难事啦，啥你一直讲你听无？到一天我某先甲我讲，要当时要甲我娶，啊娘话咱是毋知要怎应啦，啊就平时计较难事，啥你一直讲你听无？啊到尾即摆我无娶未煞，啊就娶啊，无要安那，我就讲伊甲我设计，我都无甲伊骗你，所以怎么人无？就是安尼啦，怎么样追到伴娘的？我就跟你讲，伊搞怕，你都唔相信，你敢问我敢叫着？阮某是安尼啦，我讲一解你注意听。咱做少年的时阵哦，咱少年的时阵就甲伊做伙，你听无？啊，做伙咱就计较，怎么人难寻，你听无？就自己嘴啊，实实念啦。哎，突然讲，伊咱突然阮兜里啦，阮兜代志人大嘛，哎，来阮兜啦，哎是伊，阮某是啥？阮某是星光三月咧徛柜啦。哦，啊拜六礼拜咱就休困，你听有无？啊就，伊就来讲，伊就来咱厝困，伊就困到天光安尼啦。啊就讲啊，卖走，伊泡在就讲十点要上班啦，上早班，九点就要走啊啦。啊，咱就今日休困，就无想要叫伊走，想要叫伊家去食些饭咧，暖一下，不讲这冷一下嘛好，你听有无？啊就讲伊要上班啊啦，我你请假啦，伊讲未使请假啦，安那啦，然后就请假靠钱安那。啊，怎么人就计较难事，你听，只够呢？啊，无要紧啦，卖做啊，我饲你啦，卖做我饲你啦，就常耐心嘛，安尼讲，对无？甜蜜蜜语煞未晓，啊，你无要紧，卖做啊啦，来我饲你啦，卖做我饲你。啊，娘话就无代志，耐心啦，啥你一直讲你听无？到一天，阮某先甲我讲，啊，阮妹嘛拢嫁啊，阮朋友拢嫁啊，像我袂嫁，你讲当时要甲我娶？啊，娘话咱是毋知要怎应啦，啊，就平时计较耐心，啥你一直讲你听无？啊，到尾即摆我无娶未煞，伊就讲要结婚啊未？问我即摆要处理啊？啊要处理？啊，就娶啊，无要安那。我就讲，伊搞设计，我都无甲伊骗你。伊搞设计啦，然后拄开始做伙时阵，来阮兜，你知无？啊，困一暝吼，留一个章鱼夹啦；困两暝吼，留一只什么内裤啦；困三暝，该留一只内衫啦；困四暝，该留一只裙，留一只裤，留一只外套。啊，你偷偷留，偷偷留，你听无？靠一间发现讲，哎，三只地方是阮兜，无摕走啦。安尼啊话，咱也对。佫到一间发现讲，安尼啊话，规个桶水衫裤伊比我囥比我较济，而且阮兜呢，那衫囥你也囥比我较济，啊你就知代志大条啦，啊当然，
迄中途别个七仔来有无？安尼啊喂，别个七仔来，甲厝间无冤家落济，安尼查某是倽啦？迄三倽个？安尼啊喂，向某规摔过去，规碗羹芳去啊！啊，当要安那？伊三克面啊，甲济，咱要叫伊走，咱嘛歹势叫伊走啊！啊，咱个中咱中着难缠，你听，我要共娶啦，我要对人偌好啦，对人一世人啦。啊，打啦，人家讲啊，当时要甲我娶，开嘴讲啊，啊打啦，啊打落来娶无变啦。啊，那实在啊，甲朋友介绍一款啦，所以查甫人莫难缠啊，就是安尼啦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